各位亲爱的兄弟姐妹，大家好。我们感谢天主又把我们聚集到线上，一起来参加永远圣母的敬礼。现在让我们大家放下自己的一切工作，收敛心神，好能参与今天的圣母敬礼。我们也向圣母祈祷，通过她的带导，天主能赐给我们更多的恩宠。让我们因着恩宠，在生活当中积极去生活，去践行我们的信仰，好能光荣天主。现在我们唱《主你真伟大》第六页。皆子及圣神之名，阿门。阿门。各位亲爱的兄弟姐妹，我们感谢天主借着永远圣母的转求，赐给我们的种种恩惠，让我们再求他为我们转求天主。今天我们选用求恩第五式，在十二页。每项祷词后，全体应答：可爱的母亲，求你帮助我们。个人方面，使我们能成为真实的基督信仰见证人。可爱的母亲，求你帮助我们，使我们在生活中体验到真正的皈依。可爱的母亲，求你帮助我们，使我每天在别人身上看到基督。可爱的母亲，求你帮助我们，使我在每样事情上能辨别和成行天父的旨意。可爱的母亲，求你帮助我们。家庭方面，为我家庭的平安与和谐。可爱的母亲，求你帮助我们，为我家庭成员回归天主与教会。可爱的母亲，求你帮助我们，使家长们以身作则，善度基督徒的生活。可爱的母亲，求你帮助我们，使家长能帮助孩子们发挥天主所赐给他们的潜能。可爱的母亲，求你帮助我们，使青年们在生活中对天主的精神更加开放。可爱的母亲，求你帮助我们。团体方面，使传教士积极于他们的使命，继续把基督带给那些尚未认识和接受基督的人。可爱的母亲，求你帮助我们，使我们捍卫那些在社会中无奈和被边缘化的人。可爱的母亲，求你帮助我们。其他方面，使我们接受和尊重其他宗教及信仰的人。可爱的母亲，求你帮助我们，使我们尊重和照顾天主其他的受造物。可爱的母亲，求你帮助我们。
使我们未来下一代尽量保护和照顾我们的环境。可爱的母亲，求你帮助我们，使更多人回应天主的召叫，成为司铎和圣职人员。可爱的母亲，求你帮助我们。现在我们为自己的意向祈祷，静默片刻。上主，我们 求你借圣母玛利亚之转求，俯听我们的祈祷。阿门。请坐。在公布上个月收到的信件以前，先通知四件事情。第一是，请继续通过诺维拉 APP 或网站送上你们的求恩和感恩心信件。二，今天开始圣诞的准备，本日的主题是与玛利亚一起拥抱降临期。三，十月份诺维拉圣堂推出视频 Timeless Mother，在 Facebook and YouTube 都可以收到，欢迎大家观看及介绍给朋友，让更多人接近圣母。四，诺维拉教堂与 Catholic Family Life 合作，提供免费一对一心理辅导，细节请看网站 novelachurch.com/probablecounseling。上个月总共收到579封信件，其中求恩69件，感恩17封，私人信件493封。现在我们公布求恩的信件。亲爱的母亲，谢谢您为我代祷，我的血液指标都合格。在我脚趾旁有个墨黑点，请为我祈祷，希望不是癌症。二，请为我的儿子祈祷，他遭受心理疾病折磨，不能自理。三，亲爱的圣母，期望我的丈夫可以在一项工程中中标，他为此非常努力工作，若是中标，也可以在经济上帮助我们的家庭。四，亲爱的圣母，我儿子刚和交往了3年的女朋友分手，在这段困难时刻与他们同在，帮助他们战胜悲伤，振作前行。五，我姐姐的子宫发现有一个肿瘤，医生介绍他去做进一步检查，祈祷希望姐姐的肿瘤不是癌症。亲爱的圣母，请为我的好友祈祷，上个月我们分手，我感觉到他的精神状态不好，请抚平他内在的伤痛，帮助他恢复健康。亲爱的圣母，请为我有稳定的经济情况祈祷。八，我最近调换了一个新工作，但是看起来事事不顺利，我也很紧张，我不希望放弃，请帮助我战胜惧怕，在新工作中有信心，常喜乐。感恩的信件。亲爱的圣母，我将我的侄女交托在你手中，最近她应征新工作，经过3轮面试，她顺利得到录取，她在父母那里没有得到任何关爱，
我将他交给主耶稣，今天你的爱充满了他，求你继续指引他，您的爱女。亲爱的母亲，感谢您指引手术团队，上周为我成功施行了心脏绕道手术，我的家人甚至医生都认为是个奇迹，因为我有其他方面的病症，在一周内我就可以出院回家，这都是您带来的功劳，您的感恩之子。三，亲爱的圣母，我就要庆祝60岁生日了，感谢您一直惦记着我，在圣子面前为我代祷，让我拥有良好的健康，充满了主的恩宠。但我常常忘记感恩，认为理所当然。感谢您，您的女儿。四，最亲爱的妈妈，这封感恩信来得太晚了。我妈妈去年被诊断出患有晚期癌症，诊断结果让我们大吃一惊，因为她一直很健康，很活跃。确诊后，我发现自己对天主非常生气，因为我在不到一年前刚刚失去了我的哥哥。我认为天主在很短的时间内对我的家人开了个残酷的玩笑。我的妈妈总是对圣母充满虔诚，诵念玫瑰经。当她住院时，甚至当她回家时，我和妈妈一起参加在线挪威拉敬礼。12年多前，因着工作和养家的紧张生活节奏，我已经停止参加敬礼。通过挪威拉敬礼，我被提醒并感到幸福，有一种平静、幸福和舒适的感觉。尤其是为病人祈祷祷文，确实给人带来了安慰。虽然当时我对神的关系有复杂的感觉，但圣母玛利亚仿佛完全明白，温柔地把我带回神身边，也为我祷告。我妈妈在确诊4个月后去世了，虽然我为妈妈去世感到难过，但我也对这段感恩、慈爱与平安的时光所倾注的恩宠，充满了惊奇和感激。我深深地感谢美好而珍贵的家庭回忆，感谢赐我妈妈善终的恩典，以及我对教会信仰的重新认识，对王者教义的珍视。我知道我现实的工作是为亡魂祈祷，并请圣母玛利亚为他们代祷，以便有一天我们可以在天堂的应许之地再次相见。您感恩满心的天主教女儿。五，最亲爱的永远圣母，感谢您帮助我女儿顺利通过第3学期的考试，我们很高兴她做得很好，感谢您在她准备期间的代祷。您感恩的儿子。最亲爱的永远圣母，我想对你一直陪在我身边表示深深感谢。就在一年前，当我离开工作并且非常迷茫时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在过去一年里，我给你写了几次信，每一次我的祈祷都得到回应，我变得更坚强了。今天我正要开始一份新工作，我对即将发生的事情感到兴奋，因为我知道无论发生什么，我总是有你和你心爱的儿子在我身边。感谢你，圣母玛利亚，您总是给我美好的信息来加强我的信仰。欢迎大家继续把信件写到挪威拉的一个网站。
来分享你们的生命经验，用你们的经验去碰触更多的人，让他们来体验到这个信仰的美好。永远圣母，仁慈的母亲，我们前来投靠你，因为人人都知道您是罪人的托靠和希望，求您也做我们的托靠和希望。为了基督的爱，求你向我们可怜的罪人伸展你救援的手。我们曾多次犯罪，但是现在若投靠你，就会克胜罪过。所以无论在任何诱惑或患难中，我们必来呼求你，圣母玛利亚，请救援我，使我不再远离天主。万福玛利亚，你充满圣宠，主与你同在，你在妇女中受赞颂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，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。阿门。让我们一起赞美圣母玛利亚。现在我们用圣母的赞主颂，同他一起赞美并感谢天主。我的灵魂颂扬天主，我的心神因旧时的天主而愉快，因为天主垂顾卑微的卑贱，今后万世的人称我是幸福的。因为全能的天主在我的身上完成了奇迹，他的名是至圣的。天主对敬畏他的人永远是仁慈的。天主施展了他的神能，粉碎了人们心底的骄傲。天主从高位上推下有权势的，举扬起那微小卑贱的。天主使饥饿的人得到富足，叫一向富足的人空手回去。天主不忘他的仁慈，照管了他的仆人以色列，如同从前对我们的祖先亚伯郎和他的后裔所许过的。玛利亚，你是基督的母亲，你也是我们的母亲。亲众同祷，天主，我们全心感谢你赏赐玛利亚做我们的母亲，她仁慈和蔼，了解及关怀我们，我们再次向你致谢。阿们。现在我们唱我要歌颂玛利亚，请大家翻到第34页。请大家坐一会儿。今天
我给大家讲到的主题是与玛利亚一起拥抱降临期，拥抱生命。大家好，圣母玛利亚对你们来说都不陌生，而且很熟悉。她是一个犹太少女，因为接受天使的报喜，顺从天主的旨意，而成为了救主耶稣基督的母亲。她也是我们信友在信仰上的模范，因为玛利亚有全辈的信德、活泼的望德、热切的爱德，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效法和学习的榜样。这个月刚好是十月，两个月后就是圣诞节。在圣诞节前一段时间，我们教会称为降临期。降临期乃是教会一年的开端。一般教友大多数会误解降临期的意义，以为它只是欢度圣诞节前的一段准备时期。不错，降临期的确是一段准备的时期，但不是准备如何欢度圣诞，而是为我们的将来准备。我们的一切希望，我们所做的一切，皆是为基督的再来做准备。我们应通过我们的日常生活，将此讯息向世人宣示。降临期的重点是展望基督的再来，怀着希望建树今日的社会，庆祝基督降生成人。因为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墨西亚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使我们这些可怜的人看到了希望，使认识、接受并相信他的人得到救恩。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为了拯救，并不是为了毁灭，是为了爱我们，而不是为了罚我们，是为了让我们成为天主的子女，而获得永恒的生命，因为他本身就是永远长存的天主。但是对于我们信仰基督的人而言，降临期意味着基督就要来临，圣诞节近在眼前。俗话说，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。我们步入了降临期，我们应该如何善度每一天呢？第一，用心准备。心灵的准备极其重要。进入降临期，我们必须有意识、有计划、有打算，怀着感恩的心，感谢天主引领我们进入了生命的新时期。但是实际有不少的教友就是抱着得过且过的心理，年年有今朝，朝朝有此时，周而复始，不思不想，导致形成恶性循环，不仅自己不受益，而且还影响周围的人，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坏表样，所以我们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。第二，把降临期作为学习的机会，多看圣书，读圣经，听道理，包括反思个人的思想行为，也属于学习的一种另外一种形式，让自己的信仰充电、充实、提升和成长。信仰不能仅凭感情用事，需要经常更新，注入新的气息。就打个比方说，我们去服传，引人进教，与人分享，需要你去 给别人讲道理，但是我们就只会反复的讲你恭敬天主、救人灵魂、信教就好了，如此能说服人吗？当然不能。我们去给别人讲道理，我们作为老师，如果老师还不如学生知识广泛，岂不是很悲哀吗？自己懒惰，不努力学习，
别说给别人宣讲教会的道理，拯救别人，我想个人的得救恐怕也很危险。因此，我们必须通过学习、聆听、阅读，不断更新，提升我们的信仰知识和水平。第三，我们要用具体的行动来迎接救主耶稣的来临，善度降临期的每一天。我们再不能无动于衷，继续落后于商家和社会了。他们总是在我们教会和教友之间庆贺圣诞，我们实在很惭愧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努力把握机遇，用心神以行动迎接救主到我们心中，让他做我们的主为王。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要更加积极主动一些，敬堂祈祷，细心阅读圣经，妥当领圣事。但是迎接耶稣基督也需要一个外在的一个装扮，我们也可以提早装扮圣堂，准备家庭，早早准备向别人不认识基督的人宣讲的材料或者圣诞视频等，努力为救主降生作证。爱天主，爱耶稣，不是空谈，而必须要有具体行动和生活，让自己改变才能影响别人。周围的人看见我们改变以后，他们也会潜移默化会受到我们的一个影响，这是最好的一种服传方式，这也就是活的基督徒。如果我们只说不做，我们就会成为空谈的巨人，而是行动的一个矮子。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以致用，信以致信。耶稣也说过，那听天主的话而实行的人才是有福的。愿我们都听天主的话去实行，做一个有福的人吧。最后大家也记住，降临期不仅是教会的一个传统节日，更是基督徒更新生命的一个起点。因为耶稣来到我们的心中，让他来更新我们的生命。当我们的生命更新以后，我们的精神状态也会不一样，我们在这个人世间也会活得是与一般的人活得不一样。因为我们活得有希望，我们活得有未来，我们知道是在为谁而生活。向圣母颂：至人至此童真玛利亚，请记忆凡人，求你保护，求你救援，求你转达，从来没有不得到所求的。须童真至圣童真者，我的母亲，我怀着这种依师的心投奔于你，我虽有罪，但现在忏悔，又来到你台前。须圣子降生之母，别拒绝我的要求，请你仁慈地俯听我。阿门。为病人祈祷。主耶稣基督，你为我们忍受了痛苦和悲伤，请俯听我们为病人的祈祷，赏赐他们能效法你，甘心忍受自己的病痛。如果是你的旨意，请赐他们痊愈，使他们永远不忘记你，关心他们。阿们。现在请大家唱永远圣母第21页。Oh.
你赐甜把饼给了他们，那饼含有种种美味，千种同道，天主，你在奥妙的身世内给我们留下了你苦难的纪念，我们恳求你在我们亲近你体血的奥迹时，使我们常体验到你救赎的成果。你生活并为王与无穷世之时，请大家
唱礼神曲《仁慈至圣母》第31页。今天的永元圣母到此结束，感谢大家来参加永元圣母敬礼，愿天主赐给你们丰富的恩宠，并常常与你们同在，富有你们的生命，直达到天国。好的，谢谢大家。